萨迪哈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太阳中文教室。瓦尼马扎托吞呐，我们今天复习复习托吞水果。帕拉麦，这是什么？安尼克阿莱卡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瓜，西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苹果，苹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柠檬，这是柠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葡萄，葡萄。苹果，葡萄，柠檬，西瓜。颜色，颜色。红色，红色。黄色，黄色。绿色，绿色。蓝色，蓝色。橙色，橙色。红，黄，蓝，绿，橙。萨，动物，动物。你喜欢什么动物？侬超萨阿莱卡。你喜欢什么动物？老虎。我喜欢老虎。超萨，老虎。蚂蚁，不喜欢蚂蚁。没错，摩卡。蚂蚁。蜜蜂，不喜欢蜜蜂。没错，喷卡。蜜蜂。鱼，鱼。喜欢鱼。错，布拉卡。鱼。狗，喜欢狗。臭马，狗。蔬菜帕，蔬菜。尼克考波卡，这是玉米吗？这是玉米吗？是的，这是玉米。柴卡安尼克考波卡，这是玉米。这是黄瓜吗？这是黄瓜吗？不是，没拆卡。这是胡萝卜。Carrot， 这是胡萝卜。Carrot， 这是黄瓜吗？你去丁瓜买卡。这是黄瓜吗？是的，这是黄瓜。黄瓜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请起立，起立，鲁克娜，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下课，拜拜。